哎呀，这又是哪个好人？医用外科口罩，耳挂式灭菌型。别给我口罩，我口罩多的我都用不完。我是不爱戴口罩，能不戴就不戴。我是自然生长，没办法才戴呢。哎呀，这又浪费，又给我这么多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又给这么多。这是什么？2022年生产日期，嘿，刚生产出来的，2025年到期。医用 mask， 哦，这是模仿 N95 的，这是模仿 N95 的。我最烦戴口罩了，你想我耳目喉舌把我给罩上。还有那傻逼老说。哎，你怎么不戴口罩？我戴上口罩，你他妈还能听我说话吗？你傻逼呀、啊！你真是傻逼，被傻逼住了。有的地儿啊，得必须戴，不然人不让你进。能不戴就不戴，自己有病回家还弄点口罩。我整天在屋里待着不出去，我戴口罩干嘛？傻逼！我感谢啊，感谢给我那戴个寄口罩了，别给我寄口罩，我真是口罩都用不完。因为首先我没机会用，我没机会用，你得有机会是不是？哎，你得是比如是吃花生，你得有花生仁，还得有那牙才能吃花生，根本就没那机会啊，没那机会，没机会。给我那羊肉我开始还不适应，结果我炖用点盐炖的一点不剩啊，最后你看看我吃完，我闺女吃一点不剩，该来玩去玩去。我穿衣服一下来口罩我就忘了。该玩去玩去，他吃多了他就懒，他就不爱动。玩去，玩去，爹给奶奶买馒头去，爹给奶奶买馒头，行吗？然后爹拿俩塑料口袋绑你身上，你帮爹扛回来，帮爹扛回来啊！真乖，爹拿手机去。不拿手机没法交钱，爹钱全在手机里。